下是因为底线球，这是这临时的突然的临时状况，要看怎么处理啊，我来不及了。你说来不及，他说刚刚好。饶可说，2.1秒对他来讲还是太长了。对，是，因为在整个球发出来的这来讲，其实可以看这个节奏是不太能够来得及的时间的。2.2秒，现在这球最后他还能把握住了。对，台湾的球都已经对上了。嗯，还是让葛继豪投进了一颗在第二节结束之前的三分球。而且他在这个台。